三三五八。鹿鹿谷，早晨七点出发，往鹿鹿山。哇，鹿鹿。山东风，三二七二，三，鹿鹿山，登顶成功，噔噔噔噔，耶耶，好的，鹿鹿山，鹿鹿山，登顶成功，登顶，鹿鹿山，开心转圈，三。是那水。
靠前弄一下。一分钟，哇，还够对齐啊！哎，算了算了。塔登山，海拔3070公尺，哇，视野很棒。爬分古山屋，爬分古山出发，爬分尖，恭请成功！噔噔噔噔。一路相当的陡，一直陡上。大草原，三岔路口。往达芬尖山出发。尖山。达芬尖山，3月10号，达芬尖39点，海拔3206。5月山尖一级，收集哦。天气变化无穷。欢喜对达芬尖。成功！
9:30。美丽的草原，一路顶上，南大水库山大草原，舒服。水库是干的，漂亮的山。大水库山屋，3:30到。欢喜队全体队员报平安了，大水库上明天升大水库上就回家了，谢谢喽，谢谢。现在凌晨4:00出发。右转大水库山。
到达大水库山，海拔3642公尺。5:50，登顶。刚刚要升起，平台啊，欢喜对三对大水库山。登顶成功，登登登登，35颗，王玉霞50颗，00756颗，小许59颗，阿根60颗，累计70颗，文华80颗。大水库山，大水库山，好，晒太阳。大水库山，下切渡尖营地，哦，往关高平前进。哦，这一段好辛苦啊！好辛苦，好累哦。好，出发。到。大崩壁，
哎呦，哦，比大曙光，哦哦哦，好厉害，有没有？啊。慢慢走下来就可以了。杜鹃营地哦，宽敞舒适。杜鹃营地没有杜鹃，但是很漂亮。要说杜鹃也没有，森林大火没有烧，就是头，所有树头。今天下午因为遇到大雨，就迫降在中央金矿山屋，巧遇有两对女生，七个人也是迫降于中央金矿山屋。好，来，中央金矿大集合，噔噔噔噔，好冷哦，赶快穿衣服啊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走，往八通关草原。八通关草原，停机坪。啊，对面开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好像开。八通关草原大崩地。顺利找到路。横渡，好的，先通过啊，这边都落石机啊。有。
到东湖还有15公里 ,14.6 公里。千辛万苦回到乐乐山屋，乐乐山屋，回家了，拜拜。云龙瀑布，云龙吊桥啊！哇！来吧，我们吊桥。云龙吊桥。辛苦辛苦。